赵鑫配音，原声片方喜。头低下，我低下了，低下了。你要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了，我很不喜欢你的态度，快把头低下。我已经很努力低下了。对了，伞兵同学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的妈妈马上就要来接你回去了。秦老师，帮我把帽子扣上。好的，伞兵小朋友要听话哦。嘿，哎呦，哒哒哒。哎，最近生意不是太好啊。什么？生意不是太好？要不你搞点促销活动试试，比如开个大酬宾什么的。说得有道理哎。比如多少岁以上老人免单活动啥的。本来老人也不怎么来饭店吃饭，这不没啥损失，还显得你有爱心吗？对啊，真是个好主意，谢谢你旅行者。 Day two， 本店开启限时活动，只要是80岁以上的老人来本店全部免单啊。这家店怎么活了？我可以给伞兵取名字吗？流浪者这名字也太难听了，我得起个有个性点的名字，霸气四射的那种。那叫伞兵泡衣郎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叫奔子，这也太土了。听我的，听我的。不看凡尘。啊，好心的先生，我应该叫你什么好呢？不，不了。我只是个流浪者，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。不，我一定要知道。糟了，无法跳过。我叫半天成云，天上天下无敌无双，无念无小，霸气四射，人之礼仪心，无道气泡一郎。我不行，这名字太有意思了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在那天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奉天承运，天上天下无敌无双，无念无想，霸气四射，人至于性，武道齐，泡一郎。不错不错，打得不错，但太弱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迪卢克喷火，咒化他。还没有结束。最硬，在我看来，你的牌已如风中残烛。出来吧，奥斯。奥斯只能对我造成一点伤害，为何结束时才能再造成一点伤害？在这之前，你已经被我的火困焚烧殆。直接攻击旅行者。好的，小姐。这才是新手牌老的必经考验呐、娘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3连关注啊，亲。小心配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片。法官大人，你看我这场官司能不能打赢了？你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团队，穿个裤衩而已。小事，来，我可以介绍下我们的团队成员。这位是你的律师，认识一下。你好，这位是你的保镖。你好，这位是给你写证词的。你好，这位是负责搜查证据的。你好。谢谢你，伏地大法官，明天开庭全指望你了。好了，旅行者，鉴于你的恶劣行径，现在本院判处你为死刑。你们不是专业团队吗？对啊，我们是专业的啊。昨天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位是负责火化的，这位是负责作息的，认识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保准一条龙。来呀、打我呀！你这组合性和联手都是笨蛋，笨蛋的。丹痕，你先上，我没技能点了。不愧是仙州魔道士，铺板都打不过。狗咬我一口，我还得去咬狗一口。侄女，你说对不？差不多得了，一天到晚颠颠的，路过的王八都被你砍两刀。没错，这不我之前闲的没事就去给了你两刀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摊牌了，你是王八。看我反弹，反弹无效。看我反弹，你的反弹无效。看我反弹，你的反弹，我的反弹无效。看我反弹，你的反弹，我的反弹无效。所以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别管，我们列车组的常驻节目马上单核就要标点番茄酱了。哎，刀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接住！我操我操！胖胖，我要吃饭，我吃饭。你们俩谁会做饭？帮我伺候一下新宝啊！这还不简单？来，首先加入一个固态精神和一个蛋白米。哦，融合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大宇宙炒饭了。怎么样，卡不卡？我厉害吧？我游戏里干了一堆材料，就算做1000份也。做得好，奖励你去二次元再做1000份。阿仁，你有办法吗？小事，我首先准备一颗固态精神，再准备一个基本口粮。为了提升味道层次，我会在食物中添加我的独家秘方。阿仁，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话说你的独家配方是什么？我这里有一瓶丹性赤民族的体液精华，只需一滴足可上乘。我把你的复活广告换成单姓驰名族劲舞了，不用谢。哎，服了，这两白痴根本指望不上。宝，你想吃什么？爸去给你买。
喂，萨姆啊，等新复活之后再哄他娘的一炮。这个人脑子里是不是缺点什么？陈丁克啊，警察车啊！嘤嘤嘤嘤，你个鬼呀、啊！吵死了！切！凌晨三点给啊，警察车的！大半夜的吵什么吵？我这赢老婆都把你吵醒了！嘤嘤嘤，你天天赢不死你！啊？哦哦哦！哥，你怎么了？哦哦哦哦哦！我来救你！哦吼！我是不是起得有点猛了？道起生烤肉，冷电将军力挑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啊，亲。小心配音。原审片，真是的，来这种地方参加试胆大会，幼稚。算了，就让我来吓吓他吧。啊哈哈，看你往哪跑，乖乖的被我吃掉吧。又要怪啊，就是这样，切叫吧。猴子要死人了，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叫你，你现在孤单一人。我要打牌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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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什么召唤密码？你们都有病吧！哎呀，我的崽出去这么久了，总算要回来了。身为妈妈，我得好好欢迎一下。真是说什么来什么！臭婆娘，老子此行是来和你断绝母子关系的。我早就看你不爽很久了啊！为什么？我流浪者流浪半生，终于遇到了明主，如今大事大不弃，我一拜他为义母。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这不正好，我马上要和旅行者结婚了，正考虑怎么生一个呢。你这一说，我心里负担就少了不少。嘿，关我什么事？告辞。哎，奔子说的有道理啊，无论你是哪边，该叫我什么，那都是不会变的呀。你，啊哈哈。你是说那个小姐姐其实是球拍变的？是这样的哦，只要有强烈的情感和能量，物品是会变化为妖的。哦，变啊！快给人变啊！变成人之后，也就有用不完的纠缠之缘了。你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去让月卡变成人形啊？对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他本来不就是人吗？跟叶原石，快变！快！旅行者，为了感谢你对神力家和道奇所做的一切，我会答应你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也可以给你任何东西。这么好，任何东西？对的。那我得好好想一下。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旅行者肯定想要的是我妹妹，正好妹妹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，托付给旅行者也不错。我想好要什么了。你说就可以了。我要，我回来了。哥哥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妹妹，哥哥对不起你啊。没事的，兄长，你的计划我早知道了，妹妹我能够接受。那我也没想到他要脱马呀。哥刚做的，要不凑合着吃。吃垃圾，自个儿吃去吧。今天不把脱马找回来，你提头来见。那个旅行者，我听说你知识渊博，见多识广，写论文这种事情也不在话下吧？怎么了？像莱伊拉，你写不完论文要被教练老头子骂了？求求你帮我写论文吧，我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事情。哦，任何事情？任何事情。那你把这些和你论文相关的专业书籍读了，我要你好好学习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啊，亲。小心配音，原审片。三十秒速通闪避剧情。
脸的李文俊。我邀约的，上次跟人贴贴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你看你那臭名昭著的样子，谁跟你贴？哦，女士，迎面走来的你让我如此蠢蠢欲动。这是谁啊？啊、哦，好像就是那个李月的渣男水手，骗了李月港口、花船、旭明这边加一起至少三个美少女，居然是认识我的。好吧，今天算我倒霉。你等会儿，我请你吃个饭，你把那两妹妹的 UID 放我一份呗。啊，你要从我手上抢？抢多难听啊！你看，你喜欢他们，我也喜欢他们，咱俩不应该是一伙的吧？哎，还真是！你俩能不能赶紧滚啊？老子听不下去了！哒哒哒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三兵，烟都是掉了，这个全都是重要的证据。作战的时候还带这么多无用之物，怪不得你很快就会败北。这些可不是没用的东西，我来告诉你都是些啥。这是陈各户的房产证，没了这个东西，以后妹都拔不到。啊啊啊！之后呢？这是往生堂的员工证，每次打死人的时候，上去对上往生堂丧葬业务，我堂主会给我提成。嘿嘿嘿嘿，女士大大就提成了不少。那这个红色的本子呢？这个是啥？哦，这个，这个是我和你妈的结婚证。伞兵在家时，你怎么这么笨，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？你要是再做不会，我就把你驱逐出虚名，自生自灭了。谢谢你，纳什达。谢我干什么？我妈也是这么和我说的。我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我嘴可真欠啊。伞兵在外面时，好像那个是坏人。坏人快离开大巴扎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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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伤到这些孩子了，再不离开我就要让卫兵带你走了。没关系，我这就离开，谢谢你们。你谢我干什么？因为我的母亲也是让卫兵处决我的啊。我可真是个混蛋啊。伞兵遇见旅行者。这不是伞兵吗？今天不见这么拉了。是啊是啊，还想做全程的白日梦吗？哎呀，我可你个那个真怀念啊，道奇那里的人就是这么对我恶语相向的。那么我走了啊。刚才骂的可真好，派门道士这么骂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好几句没骂真是可惜了。你俩可真是个畜生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小心配音原神篇。嗯，都过春节了，我得去淘点新东西带回李月，增加点年味才行。这玩意我在奔狼岭附近捡到的，看起来好怪，便宜卖你50万摩拉好了。嗯，确实买瘴气往生套。这个东西看一眼延年益寿，摸一摸长生不老啊，80万摩拉。嗯，好东西买瘴气往生套。老板，这个东西5000万摩拉我买了，瘴气往生套。奶奶的，再把账单寄往生堂，我现在就让你去往生。好。哎呦，兄长啊，李月那边都过海灯节了，虽然我们是道士，但也是可以过这个节日的吧？妹妹说的对呀、啊，我这就去准备，咱们热热闹闹的过节。那是不是应该邀请谁？哦，妹妹的心思我懂，咱就叫旅行者过来吧，一起庆祝个时间实验。啊，对了，还得让拖把做一桌子好吃的，可不能亏待了旅行者。然后单独准备个房间让旅行者过夜用，但是不能小，毕竟他还要跟其他人一起呢。哥哥越来越懂我了，太期待那一天了。退阶，哈哈，我赢了。哇，家主厉害啊。他奶奶的，算你狠，来给你摸一下。你们的、不是，关我啥事？哒哒哒。旅行者，你怎么了？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吗？瑶瑶，我每日和城外的啾啾人战斗到天昏地暗，就为了让林月狗获得安宁。如今我元气大伤，是该休养的时候了。可是没有人照顾我，我根本恢复不了元气。啊，这样吗？真是辛苦你了，旅行者。就让我来照顾你的起居吧。你想吃点什么？还是说要帮你打扫一下房间？哎，嘿嘿，晚上的时候我被窝还挺冷的，能不能帮我暖一下？好呀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嘿嘿嘿，被窝一定暖好了，我来检查你。Oh God！你鲁老婆喜欢什么呀？尽管买就可以了。没事，你帮我挑就可以了。你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。哎呀，
这怎么还不到啊？快饿死了！哎，小胡桃别着急，才马上就到了。饱还不好吃啊，这都是给你们准备的新鲜海产品。旅行者，你再这样我可就生气了。关爱空巢老人，常回家看看。哇，小胡桃，想不到你还开了饭馆了。那可不，我不多赚点怎么经得起我家那位闲人花的呢？哎，说的也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服务员点单。来来来，老婆们都随一些哈，今天我请客。谢谢旅行者。哎，破费了。哎，应该的。哎呀呀，这菜上的有点慢呀，我只好去看看情况。我说胡桃，你们这菜怎么还没你们慢慢坐，我突然有事要先。急啥呀，爸爸吃完再走呀。不了不了，你看他们都做完了，来我喂你啊。不不不不不、我是他贵宾列位，这边请。发财喽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啊，亲。小心配音原声片。奶奶，大胖娘，我看上今天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不是臭胖娘，你今天发什么癫？胖啊，将军的系统这几天出了点故障，现在说话有点怪，八字在胸，一时半会搞不好，没法纠正他。我儿子也少就是不会和你有共同语言的，真的吗？这样子说话有哪里敢错误的吗？奶，告诉我呀！你在疫情净土里看到了些什么玩意？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干嘛？你看能不能修好，将军？相信我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我现在就借助市民子民们的智慧，把将军恢复成原样。哎，国本你怎么在这？啊，总算安静了。Back， 你也要进国本家族，习习武臣为亲戚，脸上的各种美食，我想一定能撬开阁下的嘴。啊哈哈哈！旅行者，我最近听别人说你活了有500多岁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还挺羡慕你的。话说你长生的秘诀是什么？方便介绍一下吗？我平时也就抽烟喝酒吃肥肉，晚睡晚起不锻炼，多和异性交朋友，白天朋友们玩床垫大战，晚上和他们开睡衣派对。哦，这么看你生活还蛮规律的吧？拜大夫，正好我今天晚上举行一次睡衣派对，你看你要不要？这个，哎，拜大夫，没关系的，我这个人向来都是不挑食的，有没有可能挑食的是我？哦，该我出马了。哒哒哒！你们看，这是一只野生的卡维，卡维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卡维花开一根火柴，希望能在这人心冰冷的须弥获得一丝温暖。在火光中，卡维看到自己完美的完成了多利大老板的委托，建造出了梦想中的宫殿，赚了一大笔波浪。火柴熄灭了，卡维又花开一根火柴。在火光中，卡维看见自己住进了豪华大别墅，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。可怜的卡维，他的身边没有亲人，孤苦伶仃。现在的他准备花开最后一根火柴，在火光中，他看见了久违的父母。哎，大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孩子他妈，你来看看。哎，这不是我大儿子吗？我操！我操！吓死我了，是梦啊！叫大儿子，你醒了。白大夫，我受伤了，你能帮我治疗一下吗？白大夫妙手回春，伤口瞬间就不疼了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好厉害，白大夫妙手回春啊！吃了你的药之后，我头不胀了，腿也不疼了，你病治好了。来，白大夫，你给我看看，怎么样？医院的这位白大夫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全是厉害。我最近一直在听人提起白大夫，听说他医术了得。那可不，跌打损伤，零件更换，做饭难吃，什么病都能治。实不相瞒，我最近得了不治之症，不知道白大夫能不能医好。你得什么病了？穷病。
白大夫的衣冠就在前面，你去看看吧。白大夫，我现在重病缠身，想要请你看一看。你好，大病八十星球，小病四十星球。旅行者，本田好玩吗？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小心配音，原神篇。请问克莱小姐，你最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啊？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，经常和我一起玩。哎呀，讨厌了。而且他还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我，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人的。哎呦，你以为什么时候我就会心动吗？哦，那请问这个人是谁的？那当然是我尤拉的。吓死我了，原来是梦啊。安博，我和尤拉在一起了，明天记得塞点份子钱哦。我操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梦啊。安博，你怎么了？我梦见克拉和尤拉在一起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三个明明都是我的老婆呀。啊，起门了，我再睡会儿。哎呦，他妈的仆人，你就是不能告事情，也不打听打听爷的名字，你可是捅翻了自古，干穿了深渊的传奇，彻烈的正义感诠释着我，一定要阻止你的邪恶阴谋，来啊，拜托啊，决斗啊，爷今天就要把你一脚踹进长板里，快点，奶奶的仆人，受死吧。你竟然敢看我换衣服，雷迪给我按住他，杀了他，老婆。哒哒哒！欢迎二位来到流行圣境中来哦，在这里无论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啊！真的吗？我要试试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看到吧，二孩子，这么多波浪，你羡慕吗？我就问你羡慕吗？那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的愿望要是什么呢？哎，好了，我的愿望实现了。他妈的，二孩子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你自己死了是脚，可别弄花了我的帅脸。哎，累了，回边吧，赶紧的。你们四个，这是什么新艺术吧？好兄弟，现在只能拜托你了。哎，行吧，服了你们四个魁梧了。等我给自己加个 buff 啊！听凭风影，且听风影，给我下来。哎，没用啊，这破 buff。可能是因为风神他老人家有点老年痴呆，要不你换个 buff？ 好吧，千年老骨穷长辈，给我下来！啊，不行，谁背后说帝君的坏话的？哎，好吧，那我试试加强的 buff， 强盗恢宏，命生永恒，给我大师下来！啊，不行，竟然有人说将军的坏话，带我一个。小鹿，我看你要不还是放弃吧，士兵那边是没有 buff 的。确实，我作战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你们全救下来，谁让你们说我好兄弟了？小鹿，没想到你为了我们，不会记得你的。拥抱小智像草王，体验美好生活。哭啦！陆爷爷，陪葬你他妈，那是我吗？亚西，总算救下来一个，谢谢啊。就是我的脑袋怎么好像有点凉快？那是一场三年前的血液，比四年前的来的稍晚了一些。那天你我私定终身，可没想到你这女人竟然背着我做这种事情。没有啊，尤拉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说她是谁？尤拉，当年你和我说过，在大风雨中，这点痛算什么？为了留作纪念，我还把内内送给你做头饰。没想到啊，叶飞，你是什么时候？你说她是谁？前辈，还记得当年学法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任何邪恶终将绳之以法，要与我一起做正义的伙伴，浪迹天涯。可为什么，前辈？为什么？阿忍，其实这个，你说他是谁？我对你不好吗，阿忍？偷来的鬼斗宠，每个月五千摩拉的薪水，还有支撑召唤的鉴定卡牌，我全都给了你。没想到，年轻人，老大，你脑子瓦特了？你说他是谁？好你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是谁天天在大牢里给你送好吃的好喝的？是谁每次在你闯红中都给你潜行的？是谁给你天天走关系看门户的？哦，九条天狗，你来讲什么？你说他是谁？九条，我本以为你是一心一意的侍奉在我身边，还记得那天我亲自下厨为你做了顿丰盛的晚餐，却当知谁有这个待遇？没想到啊，将军大人，你这是？你说他是谁？
我看死生好的我从之东留学回来就更为分妈妈的爱，为了这个我在冰之女王手下做牛做马，天天被公子笑话是个矮子，没想到我看死你啊。你哪位啊你？我操，世界遗忘我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记得三连关注啊亲。小心配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片。这位先生你放心，在刷怪这一方面我们是专业的。没错没错，只要我们在，先生你完全不用担心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在这个领域，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小技巧，每一招都是可以借鉴的刺花小连招。 Trust 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震撼、啊、快给我瞧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你看咱这大一开，你看咱这水一刮，你看咱这花一出。哎哎，你们看什么？哎大神，你看我还有救吗？没救了，重开吧。当当，在你的眼里，生命的价值根本比不上你手中那些无情的规则和律法吧？被大威要骂了。大威莱特，我要去找你。我在忙啊。前锋队没有人关心我。大威莱特，我还有事找你。我现在在忙，稍等。哎，好嘞。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爱了。大卫莱特，我在忙。好嘞。大卫莱特，哎呦，你身为凤丹最高审判官，将被个小姑娘骂的内心崩溃，又哭又闹，好可怜呐、啊！我要让全凤丹的人知道这件事。怎么回事？天怎么黑了？心情好多了。让我看看情况。哎，正好这位美人可以放飞一下自我了。有人想找压力丸吗？哎，刚才的事别告诉仆人。理解理解。话说你看到班尼特了吗？哇，是淡醉之皇子，这比我班尼特接受本皇子的制裁吧。真他奶奶的倒霉。我被飞侠同化了。理解你，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个钟爱的梦想。所以你知道校林在什么地方吗？哎呀，旅行者你可真讨厌，竟然对人家说出这种话，讨厌了。理解你，但过八都比你找死你。哎，好像还差一个人。你是来找万里万的吗？旅行者你可真的 brag 呀，竟然对我说出这种话。俄罗斯，既然你质疑这样的话，在下只担罪之皇子任兵卫。我是你爹。旅行者，我看咱们还是走吧。走，不认识他。开拓者，来，我这又出新茶了。要不算了吧，老板，上次喝了你的酱香烈焰浓茶，我躺列车上三天没起来，到现在头有点晕乎乎的。这不显得我茶功效显著吗？我比那吃剑八岁小娃还小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这次是真的普通茶。噔噔。原味龙井哦，这次看起来确实不错。这款龙井茶在口感温和的情况下，还增加了很多功效。喝了后不仅缩水保湿、延年益寿，甚至还能增加卡池暴雨。哇，嫩牛，有点怪味，但没事。老板，再来一杯。好嘞，上茶。哎，邓恒，你来这看。我操，还真是龙井啊！宿少，听说你最近正在发力读书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通过爷给你设立的考验的。来吧，赌上我娘的名号，我一定不会输。问题：太傅大人头上的法眼的功能是什么 ？A. 占卜与运算 ，B. 发射艾梅利姆光线 ，C. Tap C 接口 ，D. 封锁宇宙真理的银河之锁。我选 B. 太傅大人神机妙算，脑子里肯定有很多知识，再加上太傅大人这么能打，肯定会发射激光。我替你娘为你感到骄傲。问题二：罗刹为什么被警员抓到幽囚狱 ？A. 复活吧我的爱人。B. 在仙州四处发传单宣传业务。C. 在仙州成变嘴的大游师。D. 偷偷运送星河。那肯定是 B 啊！你看，罗刹是个商人，很明显就是推销丧葬一条龙啊。但是大街上推销棺材太晦气了，所以被抓了。
那妈妈的好像有点道理。问题三，真有五名下一句是什么？ A 代价有三个， B 代价有三个， C 白毛有四个， D 毁灭有三个。金元你不是其中之一。那必然是 D， 雪下这个东西一寸长一寸强。将军您都听到了吧？干嘛那将军唬我？你看我是下的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小心配音原声片。这不是雷电将军吗？这不是摩拉克斯吗？难道说想不到你也？没错。哎哎，那边两个家长上课直接不要叫头接耳，先把你们俩孩子拉开成吗？你现在的元魔咒都这么有爱心了，作为旅行者的你怎么能输给他们呢？哦，有道理，看来是时候做点什么了。来，童子哥，不要客气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你当我来献爱心啊？哒哒哒！啊，我再也不想和尼鲁组队了，还是四神队好。哎，这个是……人一定想问，缺乏阅历的神要如何拥有真正的智慧呢？答案都在梦中。都在梦中啊、哦！原来是这样嘛，我明白了。大家们晚安。哦，哎，你干嘛？我们还在刷深渊啊！你给我拍完照再睡呀、啊！喂，哎，这本书是，这不是你写的吗？哎嘿，好累啊，派本！再坚持下，再打一次那是难就能八十级突破奖石啦！现在当元魔也不容易啊！新版本一开，旅行者全跑来打我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想出了一招，这将成为绝杀。Day two， 哼，你以为人多我就会怕你吗？太好了，旅行者，我只表演一次，这将是无上的冲击奥义。这是不好了，旅行者，他们呀！哦，干！你是智慧之神啊，布耶尔，你应该知道的。除此之外。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大紫是我做了这么多，他太温柔了，信仰他的人就这么忘了吗？结局不应该是这样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，是不是？一定还有的，我们做的还不够好，对不对，拍拍？大哥，你哪位啊？你是不是上错号了？喂，哎嘿。No matter what dares to stand in my way, I must press forward. 人間は実に面白い。だからこそ、わらわは好きなんだ。लाखों डॉलर खर्च करने के बाद, साइंटिस्ट ने ऐसा पेन इजाद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前面的旅行者向我看齐，我宣布开始，新格子杂货铺现已上架，超神威一款，和尼鲁不要色色兰纳罗斯宫格长袖款，天冷了，快买一件穿穿吧！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小心配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片。听说阁下就是下层区的史瓦罗先生，看定不说话，那在下可要先行一步了。好硬的装甲，既然如此，在下只好动一动骑兵了。正在评估损伤情况，阁下您有所不知，在下的这几手不过是普通的佯攻，及时一到，帮帮我，神君先生！听力中枢模块受损，离靠近点，我爱听。大三哥，我叫黑虎阿福，你准备受死吧！那你饿狼前进，脑袋砸核桃，火山烧工厂，龙虾爪，眼镜蛇，狐狸壳，海贝压顶，还有弗拉明戈舞步，还有。飞天好巧夺好喝，黑虎烫金，龙卷风摧毁金车厂，好机器燃烧，流星毁灭。
个败军。鲸鱼绝杀，绝不看大树。我飞天锤，蜘蛛吃苍蝇，蜘蛛吃耳屎。我的能力是100%弱点之宝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哼，雕虫小技，伤害太低了。第一时间垂死挣扎，够了！就你这三位数的输出，给我套上100个肉体也是徒劳。你出门被冻死，回家被工作累死，上神巨人说你这位子拿得名不正言不顺，下神巨人看你多少有点回去，不想搭理你啊！离你的老妈在山上被自己的机器人锤成英雄碎片了，还有个离你的希尔在开拓者的魔力宇宙至今没回来，就算回来了你也没眼看，人家一身家是五金财产，你看看自己一身家里的枪手刀多埋汰，你说是吧，大守护者？你。你这个坏蛋！你干什么？无不无聊啊！真好玩！开拓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哒哒哒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先睡半个小时再歇，反正今天挺简单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，加快点速度啊！这道题考的是基本的酸碱中和反应，学兵学不好，你是根本不可能进入教令院的。就你，学者，就你，跑啊！今年教练院只招一个，你得掐把劲啊，掐把劲啊，掐把劲啊！呀西，加把劲！我操！重现魔神战斗的历史，魔神诞生了证明了。恭喜阿宝同学成为教练院业余论派学长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吧？法尔泽布，我赢！你给我好好考试，不然我就一直让你在梦里循环，听懂了吧？擦！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3连关注阿青。